今天拿到胜球，但是有看到你在休息区摔手套，那你分析一下你今天自己的表现？哦，没有，就是有一些时候没有办法，就是照着自己的活的方式在传球，然后在现场有一些状况，然后自己没有办法掌握，这样是在气质这样子。但是今天其实你大部分都是球，就是队友的发挥，这样子让很多的活力都光。